生去年十二月底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回过家。我们是一家小的传染病友，但是我们接受了第一批新冠肺炎。从今天起，周浩房24小时待命。抢救多久了？30分钟了。这些病人没没事就管，因为这个病根本就没药可医。咱们医院又多了两个医护人员感染，已经扛不住了。他妈的，老子医院的能力没有问题，我会救你，我也会找你算账。从明天开始离开 ICU， 听明白了吗？我来的第二天写了两封遗书。平时练得再好没有用的，关键时候不敢插，病人就死定了。他爸说了，他不可能，他那是搞错了。同志们呐，患者的死亡率一直降不下来。作为医生的我们，也束手无策。我的心里很难过。我们得对得起自己这身衣服。卫健委将从全国各地调派医疗队。国家可以把家底儿都拿出来，就要把病人一个一个救。等病人情况不好，快来人呐！好，我来。准备肾上腺素进推。血压下降，准备大量输血。你要顶住啊！武汉是能够过关的，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。